艾丽丽虾味卷儿，心心念念的零食终于到货了啊！一直想卖这款零食，因为这款零食是网红爆款的。我刚才看了一眼，有2500多个主播在卖这款零食，咱也不知道它具体到底有多吸引人。妈，这香味也太海鲜了，一股虾味儿啊！说实话是真好吃，有点像咱小时候吃那个虾条。里面带俩果冻的虾肠，但不是一个味儿啊。9.99这一大包，看没？400克，包豆浆，是好吃。上瘾呢！你可以给你家宝贝，家里的小宝贝买啊，一点不辣，就是虾味儿，一口根本停不下来。喂，好吃。